红牛全能星辰复活之夜，顺子、黄小虎、张韶涵、龚琳娜、胡彦斌五大唱将强势回归，互唱对手歌曲。每一次都在晋级歌手观战点评，当仁不让。我没有感受到任何的一点点的诚意。张韶涵究竟为何获金武林大家赞赏？张韶涵啊，非常好，谢谢你很认真看我们表演。有机会的话，我们可以合作。谁将首位复活成功？谁又将直面终极 PK， 斩获最后一个晋级名额？红牛全能星战，本周五晚22点，金